正在进行吊挂作业的港口除槽突然从高处掉落，撞击船只甲板爆炸，氯气大量喷发，黄色烟雾瞬间淹没整个码头，现场工人惊慌逃命，有毒气体迅速蔓延，一辆卡车也加速驶离，但毒气外泄已经造成至少十多人死亡，还有被呛伤的工人也陆续被送往医院。سمينا ريحة غاز وصار معنا يعني زي اختناق بس يعني ماشي يعني شركتنا ما قصرت معنا。这场意外发生在中东国家约旦，当地时间6月27号，阿卡巴港口。根据外媒报道指出，起因疑似是起重机故障，大型氯气除槽坠落，砸在甲板上爆开，有毒氯气喷发扩散，至少12个人死亡，251人受伤。总理哈索尼前往医院探视，脸色凝重。وإن شاء الله إنه بتعدي الأمور على خير。救难当局动员2700名人力救灾。事发后，约旦航运当局封锁码头和周边，清理现场残余的氯气。阿卡巴港是约旦唯一对外海港，重要的进出口转运站，也是约旦谷仓所在。事发之后，谷仓一度暂停运作，而约旦内政部已经成立调查小组，要尽快厘清事故原因。 TVBS 新闻综合报道。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，让您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接轨全世界。恳请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